行过全世界，专业旅游上用心，一百年旅行社带你世界拍拍照，享受自然奇境，欣赏建筑艺术，看见精彩世界，探索历史年轮。一百年旅行社，中价位高品质，搞好你真亲切的服务。咱这个火车有来自于十几个国家的人，其中台湾团只有我们一团而已。这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。这里有住家的。好，这个途中我们会经过沙漠，戈壁大沙漠，然后就会进入蒙古。啊，趁现在光光又翕天光啊，吼，连伊要到迄个二连，到二连的时阵，就爱休困，换火车，换到坐苏联的火车。边啊车，边啊车。啊，这就是要到我迄个车站啊啦，所以已经快要进城了，所以就会看到人了。这个在火车上顶管窗啊翕过，叫做流动的画廊。看起来雾雾无介水吼，因为玻璃无介清气。坐火车就是安尼，足享受的。啊，拢一直看无同款的风景。感谢你们的服务，服务真好。谢谢。哎，我们怎么看到你了？哎，早，北京的导游哈，还跟我们来到二连，真的整条路上服务都非常好。我们火车上的服务员。忘记了。8月21号，台北已经放台风假了。哇，台风假了。转线了，台北而已。我找一下我的人，你能差几个？这边是。这是我们火车上的早餐，还有咖啡。这蒸汽也是素颜，这蒸汽。来到这个小蒸头，这里开始做立化了。哇，这条公路的造，这个公路的造价不菲啊。火车相向，火车相反，敢是安尼讲？现在我们的车已经进入二连浩特，你看蒙古去到这么多，但是蒙古的经济是失败的，因为这个地方不太适合人生存。第一次是在蒙古的闸门乌德。二连到了，我们已经来到了二连了，我们的二连了。我们下次再见。好，下次再见。我们希望还有机会来让你服务。好的，拜拜。出站口，哎，我家二连了，从这里。因为火车到家，我必须要换火车，哎，哎，顺要这样子哦，要站这边，嘿嘿。火车的生活，中国二连，啊，过得要过蒙古啊，哈。这是蒙古站的最后一个站，叫二连浩特，中国叫二连，哈。这个都是一起要搭火车的。由此可见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就是铁道迷、火车迷。你这个车头在意味啦，这个正港的火车头啦，现在入站这个就是真正火车头，现在换头要来游一台火车。
真正正的火车头。嗯，好好玩哦。人拢讲火车头，火车头就是这啦。火车头也是要来溜火车。好啊，车站咱嘛讲车头，所以讲真真正正的火车头就是这台。嗨，欢迎你们来到蒙古哦！欢迎你们来到了蒙古，二连浩特。二连浩特。坐火车就像坐游轮一样，下了火车站跟下了码头一样，已经车子在这边等我们了哈。这个叫做游轮式的列车，游轮式的火车。记住，八号就是我们的车，二连浩特要到呼和浩特，中国二连。二连最好的条件了，二连这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，这里这个大巴车已经是最好的条件了，但是没有麦克风。这个边境啊，有一个国门。然后给他照个相，恐龙的故乡，可以看一看百回国啊，逛一逛啊。然后我们最晚我们12点吃饭，吃完饭洗澡，然后我们下午大家在这里要酒店休息一下，我们集合的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们集合一起出发去火车站，恐龙乐园，那个还有那个国门照相都没问题，我们照相还不要坐火车。大家等一下可以准备好相机，我们到恐龙乐园下车前，我们会经过有很漂亮的那个恐龙的那个 logo， 用那个草啊装饰出来的，在不远的那个主坡上可以看得到，很漂亮。二连浩特是翻译成美丽的大城，二连浩特就是美丽的大城市，浩特就是城市的意思。它是被誉为恐龙之乡，是前中国大陆最早发现有恐龙化石的地方，所以称之为恐龙的故乡。哇哇哇哇！我们已经来到了恐龙的故乡。恐龙车真多哈，所以拍摄哈。我连看到无啥爽快。哇，一条条的恐龙那么多！你看，迄拢是恐龙，你看，哦，恐龙好多哦。所以你说这里好不好玩？要不要来？一定要来的。晚上就出来跑。对。晚上睡觉。晚上白天睡觉。哇，好多恐龙哦！然后我们等一下下车之后呢，就可以在这个停车场这里走一走啊，然后照一照相，这个恐龙的这个建筑啊，照一照相，大概10分钟左右，然后呢就回到车上来。这是恐龙博物馆，恐龙地质博物馆。国土资源保护哈，这是一个保护区，你看到的全部都是恐龙，所以在应该说几千年前，这里就是有恐龙，所以这里就是恐龙的故乡。这个地方是恐龙公园。好好玩哦，好可爱哦！你看，它都站在那边呢。敢那是牛母甲牛仔行个，感觉了哈。那其实它是恐龙，恐龙有好多种哈。人家说恐龙敢那身形真歹安尼哈，啊，其实人家的恐龙足够水的，好好玩哦。内蒙古二连浩特国家地质公园。你是内蒙古二连浩特国家地质公园。这
个地方是在中国最早发现有恐龙遗迹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地方是恐龙公园。欢迎我们的旅客一定要来，非来不可，不来不菜哦。